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，请大家跟我做会归三宝。阿谢阿尊念，我地主妙音，自将今日。 乃至并、啊、尊，皈依佛陀两足尊；皈依达摩离欲尊；皈依正法自证尊。阿舍利尊念，我地祖妙音，自将今日乃至并尊，皈依佛陀两足尊。 皈依檀摩利药中尊，皈依精乞自藏中尊，阿舍勒尊念我地主妙音，师将金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量教尊中尊，皈依檀摩利药中尊，皈依精乞自藏中尊。 加看大进口组，第九百啊，第九百七十九页啊，九百七十九页，都是对的行，对中压看起啊，对临略临略价还临多，京津价。 进度啊，了波罗蜜来面，以布施的忍辱那是关键。布施呢是修福，忍辱呢是成就。

你这一生修偌多功德咧？诶、哎<呀>欸，对这位生气呢，就是对你顶一摆啊发脾气了后咧，到现在啊无发脾气，即个是功德。啊，若是医生咧，伫临终进前，什么时阵毋啊发过脾气，这著当做功德咯。 那临终发脾气咯，阿、啊、公得了完咯，尘灰之黑啊，非常可怕咯。啊，地狱为什么一片的黑海呢？地狱都是尘灰造成的啊。啊，贪心嘛、啊，會对恶鬼；啊，无耻嘞，对众生。 金辉啊，对于地格啊，地格上啊，都算讲是寒冰地格。你甲看起来嘛是一片的黑海啊，这就是说明什么呢？伊就是对即道内面变现出来。人啊，若是讲无清灰心啊，都没有即个地格咯。 啊，所以讲绿道唔是真咧，绿道都是贪嗔痴变现出来。人若是甲贪嗔痴拢断去咯，啊六道就无咯。即个三个拢嘛，真正歹断啊！啊，即三个滴佛法啊，都叫做三多环恼啊。 所有一切烦恼，拢嘛最生啊！啊，即、这、土、个、是对清会生，诶，哎，有的是对贪心生诶，啊。牛市的生、啊、的,的更加多，最、这个、严重是怀疑啊，无信心，这都是牛市啊！ 既然你这世界有几个人有信心呢？因此啊，所感诶灾难啊，都、就是洪灾啊。所以最近即几年来，地、这、球、个、上出现真正不可思议诶洪灾，几近灭户的，跟那洪、巨风。 洪灾过去了后，啊，所有一切建筑物几乎拢破坏去咯，连电线條都、配条拢嘛扯断去咯。但亲戚啊，造成的啊，他们都是水灾。 海啸，啊！尘灰那是黑灾，温度上升，火山爆发了。龙学家诶，佛教徒人识别谈真谛，用什来识别？群修改定灰，啊，用改来抵贪。 用钉啊来滴金灰，啊用铁灰来滴武器，个钉灰是对付含金器诶。料多来对有黏六，六多来对诶黏多。 啊、无论大事小事，拢会当啊，呃、啊，忍耐，这个人有福报。那、啊、对一般来讲，这个人有修养，会当忍受。啊，遇到非常困难的境界，实在袂当忍，那就想到即下弥勒佛。 行力,力,力行菩萨道的时阵，做忍辱仙人啊！何故李昂个只体，个一摆忍辱，经典上咧讲，这是忍辱菠萝蜜的圆满啊！即阵大事当忍，也有甚物当忍呢？ 啊！临了些年，坐在山东内底修行，高丽王出去拍啦，养个真忝，都伫个土骹困一来啊！啊，苏浩仪即系公路，咁我大勇困起咯，冇代志。 就四处去佚佗啊！发现即个洞，洞内都有修行人，向修行人请教问题。林妙仙娘著甲逐个说法，也讲较当欢喜诶时阵，即个大王精神起来咯。 看到公路拢无地咧，伫只山洞边啊，是这修行人，修行人安怎会做调戏妇女咧？你看人，林木森林望不别只弯啦、啊，问修行咩？修林木好，修林木，看你会当林偌久？把酒给打个烧个竹灯，开个竹灯。 会忍啊，无万婚无万婚这就一刀一刀慢慢来给伊刮会死，到最后，你、那、欲、个、死的时阵，你们来见你讲，我无万分啊，我将来幸福讨起来多你们了菠萝蜜，万完,完咯，伊也是好高粱，我灰。 啊，故里咧是反武，反正中国嘅艺术就是啊，博君啊，咱波波咧，讲道理耶、啊，是即款的国王，所以玩弄啊，临敌处死，你们先的无万分，无不服。 而且个发一个愿，将来幸福讨这个来多伊啊！去下摩尼佛实现幸福咯。你老要愿恭敬说法啦，讨一个敬阿罗汉的，叫定如尊者，叫定如都是过去的高力王啊！菩萨啦，恭维圣位兑现咯。 啊，所以呢，无、哦、是个人是修福啊。如果是三轮体空的修福，修福不得相是功德；修福那得相，著、就是福德。福德的古宝是伫咧灵天。啊，若是讲袂当念，发脾气咯。 啊，功德著无咯，啊功德啊无咯，福德啊，善诶，姑婆著变成恶诶姑婆咯，那无共咯，啊所以念呢，本来六都来对治，换做是念，毋是念六。 啊，环境诶只会啊，发输，换掉即个民俗，问中国人，中国人甚么袂当啉呢？中国人定下咧讲，诶，只可杀不可虐，抬头是不要紧啊，侮辱是袂当接受诶。啊，所以环境诶人著家己换做啉略。 你若未当啊接受到爱你啊，你啊妈都爱你念都会当保存啊，个头前布施功德、世诶功德啊，拢总会当甲去保存，未去老失去啊。 啊，有啉悟呢，才会有精进；无啉悟，哪会有精进呢？啉悟精进，啊，都、就是禅定诶基础啊，是禅定诶真方便啊。所以这，即个功夫要向上提升，才会得到禅定。 有坏，上讲的三昧啊！啊，咱用来修学啊，今仔日中昼，真侪，外地同手来访问啊。现在逐个拢知影，我是希望讲真正有正宗无量修诶。 团年啊，啊真多人拢想咩来参加，会当啊饮咩？啊饮物呢？有食到三军大仙，喺戒念甲会康学念，哎，饮啊，未当念，到学念未好啊，会当学念埋了后呢？ 个个改变做生活，啊，咱诶日常生活啊，如许度即个三军爱相应，爱甲即个三军做教，甲第四规做教，啊，变做日常生活，甲咪片做教，甲咪片是因果教育啊。 啊，地主规是生活教育啊，礼仪之邦的，生活教育那、哦、修行也都是多安乐，休闲的教育啊，这爱当怀念，实现也都较容易。 重要就是十条呢。分了较侪著是革命篇，革命篇已经有一百九十几项诶，因故不应诶理论甲事实啦。 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果啊！这是大老实啦。真正变作是佛经啊当中所讲的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哎，真正做高。

呃，十善是共款嘅，但的是后边你讲嘅是宪法毋是改啊，啊现在是改法，改法是遵守如来嘅教戒。啊，我就会讲十善是同世间法，无改呢是同世出世间法，啊，出世间法嘅基础。 啊，然后呢，再提升到三密界、比丘界、菩萨界，三诸境界啊！啊，临到后面精进、进度，在该些往昔发誓讲咯。 在戒正是积极的不斋戒，嘛叫做不观斋戒。我们依的不观斋戒，在起是一天二十四小时。啊，这里一米啊，就不观斋戒。 现在无量寿国为仙百岁啊，如不见经中闻殊师利受记会来对讲的，了有众生无比佛陀。 一别千岁，修诸凡行，不如无处娑婆世界。一旦之刻，无助众生，起慈悲心，所以功德，上都无比无空啊！能有一日一夜，助清净心，这是就事论事。 菩提经顶面这段话讲得真好，啊！若有众生，极乐世界众生，无比国土是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这些菩萨因伫极乐世界来修行，修偌久呢？修一百千岁。 那一钱是单位，一百个千，一百个千是十万呐、啊，一夜个升十万，这长的时间收支幻形，那只改。 修学有多，保险习惯个环形，不如无处说婆世界，也不如供在咱这个所在啦。啊，偌久时间一弹指啊，这一弹指是。 这对时间，无住众生起诸悲心啊！对说婆世界一切众生是一念诸悲心，这个功德是超过啊无比。呃，过河放啊，下蛋啊,啊,啊，一日一米诸清净心。 这修八关斋戒，而且经顶面所讲诶呢，跟咱即个经上所讲诶，现在无量修果，为现必遂。

太容易了，你这是无恶，你个所在是顺经顺现啊，那你这底呢，是是不会会头啊，啊，你家都是。 我做恶事啊,啊，那就歹修的啊，啊，所以讲，伫即边修行一日一暝讲德超过叫做世界一百年。咱、嗯嗯嗯嗯、来看经文。 所以食好，为什么？彼何国土？解即地众生，无何化之恶。啊，即世界可以恶路邪魔呀！啊，所以讲伫两个所在修行。 你这个功德都无讲，连老李主家内对因水叶根，因内对有得讲，玉年吴建国，真的是净土，阿弥陀的净土，世界无一起 这个功德是真大了，时间转满一劫，时间是轮劫生诶。出土时间啊，因主为最盛，伫即所在时间过去咱念偈啊，啊树干大概就是半点钟。 啊，真短诶，时间，行足为最行，你会当啊发慈悲心，就超过吉罗世界第一净土，世界满一界诶功德。啊有文。 这是《四一经》典里所讲的：“无见喜乐国，亦见安乐土。这那是自己的世界，主中无苦恼，也无苦恼命。不必做功德，依旧以为己。无处烦恼处，零零不可思议，也教他处罚其何为罪行？” 拢嘛是说明，记录世界福国土顺境顺现，阿修行容易，进步真慢啦。然这个世界是无足啊，我写啊。 恶较侪，善较少。做恶是真容易，形成非常困难，难能可贵。啊，哪些当地这个所在，针对这个时间来我心呢？啊，发慈悲心，修一点么善行。 功德啊，比伫个叫做世界会较舒心足多啊。啊，咱明白这个道理。八斋界呢，咱小快来甲介绍一下，参考资料啊，是伫第里呀。八关斋戒啊。 啊！佛公带出殿来，面一条不敢再改条。来，佛陀为在家居士所制定啊，暂时啊出家之学处、啊，学处的意思呢，都、就是指戒律。啊，谈起法师。 我一边开始叫做菩萨学处，啊，我们那边啊称学处，啊，团体因东西乞丐，啊，三米学处，米丘学处，这是对在一个人。 大家福地主，伊袂当讲啊，一个长时间过出家人生活，过一工啊，修家呢，住一日一夜，一日一夜爱离开家庭，爱去团边、啊、去 啊，军团内面有专门，那像招待所共款，把男女将分开。男将就不管在界第军团，女将就不管在界第比丘尼的团体，啊，比丘尼好处啊，啊，离开。 家庭过一日之呀，这个人的生活啊，学习这个人的生活，有做中药、录音、滚珠录音，这个后面都有解释啊，中药功德啊。 棍主是金棍，出家人；出家人戴个真棍，八戒、八知在戒才才才，一家叫做八分在戒，八戒斋，啊，八戒斋。 在界拢是共款，不敬立说印尼，这明清拢是共款，这意思有这样子做明清，为了支持八种界，啊，关了是关闭诶意思，界是,是,是有防非之恶之作用，因此这个八种界。 八条，可以控制人口与商业之屋形，便可关闭屋道之门。八戒中啊，这偷、個、情有七戒，后面一戒呢，都、就是一条不非议事实，这条是灾，合起来呢叫做八关斋戒，这内、個、底有七条戒。 一个是在，出北法呢？何得制定以每个六在日休持？你哋这个六在日内面选一天，选两天嘛，有人是六天拢啊休啊啊，都是讲啊啊，就是、每个月吹杯。 十四、十五、二三、二十九、三十，这是以中国农历来算的。小月是二十八甲二十九啊，大月时阵著是二十九、三十，是安尼算的。不过虽然讲有出嫁甲在家弟子。 但是佛法以出世解脱为目的，啊，经以出家为上啊。啊，受持不管在界，令在家学佛者，分喜中央出世神尊，故称中央如语。 由于受此八改，一日一夜万里家，固。如果你个家己出来，军务精卡，或阿罗汉立住，那南将住在京团，是标；，如将住在比丘尼的道场，所以叫做君主如义。 啊，即、这个后面也有，八观斋戒是八种斋戒法，即、这个八戒呢就是报出来咯，第一礼不杀生，这个、第二个。 不好盗，第三而不淫，第四而不妄语，第五个不饮酒，第六不以花蔓装饰自身，不歌舞观听。第六，第七呢？ 不做我故讲华丽啊，创作第二辈呢，这是在不会实心，就是你中啊一，一识，就不管在该家呢，烟啊、一滴、一压啊，不应该，我的轻微精神有不色。 现在情形有不宜，下当个清者明清，后面、啊、这条则有念着迄老国叫安乐托，事业啊混天书文经哦见啊迄老国叫见阿乐托。啊 那初中苦、啊、无苦恼，若是讲啊无苦恼，连考那名次拢听无，有必做功德，伫啊迄边收集功德，弥足以为其啊，即对真平常，逐个拢嘛咧学啊我到登来无处烦恼处啊，咱。 一个世界啊，充满着啊欢乐啊，名利不可思议。欢乐你会当领，而且你过会教别人，几乎为最幸，这是修真正诶福报啊！那信诸位，凡天所问经，嘛有即款诶讲法。 我见安乐国无量寿佛国，无可救可命，苦苦名，彼作何飞机啊？即、這个无遗憾啊！伫迄个所在修好啊，真容易啊，无此烦恼处，令人不可忍。 啊！也告他处罚其何谓罪行？伫这世间，忍人之不能忍，这人福报足大咯。故此，东波二页之经文，可伫数页经中的伊个国安乐土即个都是极乐世界。 即个东是诸天，刚才那做证，证明即个经常讲的话是正确的。那、啊、证明确确实实有西方极乐世界。 啊，咱应该爱相信，毋通怀疑。啊、咱可、啊、来看下面呢。

原因著、就是，叫做世界修行容易啊，即地修行困难。成功著真好，无成功诶，对路也著太紧咯、哦。一、这个无小心，对对路去三漠多，啊，对路到三漠多，可不堪言呐、啊。 啊，所以讲，也是都爱先去教给了世界，较稳当啊，保险。我们永远啊，拢嘛无生死，袂阁再去轮回咯。啊，咱触及了，世界有困难无？无困难。即对即个啊，修仙都、就是难能可贵咯。只要有当念。 只要勤修、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大家拢嘛会去往生。那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这真正摕着不净书啊！ 啊！男人人可贵，先爱修啊！爱花心吗、啊？爱花真正诶慈悲心，原谅一切做做恶业诶众生，特别是对家己足多足多诶不利啊！伫诶心内啊，拢着爱家己诶一笔高烧咯，毋通囥咧心内。 啊，把佛号放咧心内，把求生净土放在心内，若是作恶，那生极乐世界，愿心嘛，也都啦。 咱来看下面的文，有先生惊惑，明日出师，别怜受灾，不如我写一里一呀。可以我是众生故，我在讲啊。破 这世时阵一百年就是在改，这功德真大咯，就一百年。这百年但是唔不如，即、这个我是时刻莫哩去讲呢，不如咱现在啊，伫这所在修啊，一日一夜，就是咱啊修啊，一日一夜啊，真正这不管在改。 一个功德，定有将来，明天下生生活，持斋戒啊，一百年诶，这个啊，功德，就当嘛是咧勉力难呢，难行能行啊，难修能修啊。 经常讲嘅五子只是扎进，那无爱滴嘅物件，啊，作为艺术是同款，五子就是我作，五作而不精，有五种法，主结中啊。 人寿啊，两万岁啊，几好。人诶，寿命最长诶时阵啊，就是八万四千岁。八万四千岁，每一百年减一岁，减到两万岁诶，时阵，即个世界著无清净咯，也著是讲有念有咯。 啊，咱现在减到什么时阵？啊，现在莫尼佛在什时阵，人寿百岁啊，八万四千岁减到一百岁，一百年减一岁，即阵准起著有三千年咯，各减三十岁。现在人的寿命是七十岁，啊，所以古人咧，讲人生啊七十。 过来去啊！哎，正计七十岁人无罪啊！我的回想，头一摆来香港来讲景一九七七年。 还无四十年，三十多年呢。啊，当年的这这东西有都有,有，一半以上都无得的咯。啊，迄个时阵，每天听我讲经的有，有七八万人。 啊，即摆听将诶来对，包括发书，差不多三分之二了嘛，给新咯。年寿啊,啊是确实是无长啊，啊，人诶寿命最短是到十岁，啊，那现在到个。 到个七十岁咯，到七十岁时阵，一八年减一岁，抑六千年呢。六千年了后，人诶寿命最低，迄、那个时阵，即个世界非常恐怖咯。人拢嘛是歹人咯，无行善呢，爱斗争。 十岁以后，每一百年加一岁，加到八万四千岁。安尼生里一增一减，叫做一个修减。好个经典来对用即个计算时间啦、啊。咱来看即个素材五族。

看到这个四种诶作恶诶现象开始咯后面即个四种，所以甲叫,叫做结杂，啊，结杂时间，时间本身是无一个作诶现象啊，但是后面啊，即个现象发生，换一句话讲，人生。 就面伫即个二慢黑进程啊，无即款现象啊。那都是讲，即下莫尼福即个土地上无即、这个建筑、房屋、作、重心作、名作无。啊，到二慢黑了后，都有即款的现象咯。啊，建筑有新建、边建、建设起来咯。 啊，结作死之众生成器之，其啊之中，从我的境界开始著有执着咯。甲换一句话讲，两万岁啊进前，人有分别无执着；两万岁以后开始有执着，但是执着真轻。 无现在这严重啊！第三呢，烦恼作烦恼之心咩？贪嗔痴慢疑啊！一切受虚之烦恼也，结作死之众生生起之。 啊，年少两买起以后，好欢乐，好谈天说，但是呢，真不啊，咱现在是非常非常严重啊，这是一种上真严重，第四个咧，种心作。 结作死之众生为建筑烦恼作之结果，人间之古宝渐衰，心钝体力可多福消啊！生命愈下降，好的愈多，好的愈少咯。 啊，身体衰弱，心钝，咱那定讲的心菩其树啊，古朴，生活所需，比未到较早咯。 啊，咱想看卖，那饮食啊，咱是素食咧，啊，蔬菜、果子、豆米，包括啉水，啊，三十年前是未当比诶，三十年前，我伫香港食物件。 无论倒一条街路，即、这、打、个、啊，拢着人去食，真放心。无讲虾米卫生啊，惊虾米无啊，无即个观念。那有即种观念是最近即十年已经无即个观念。喺一九七七年，我哋刚进东航美钢啊，因为即刚进暗时。 你是大家老有带下去观光旅游，每天去七一个所在，行到哪裡就吃到位就食到到位，从来唔要担心介讲即个无卫生啊，无即款嘅观念啦。现在出去啊，即、這个物件都唔敢食。啊，最明显嘞，我定去旅行，伫飞机顶。 伫坐火车，啊，过去飞机顶所供应嘅餐饮呢，火车内底供给大家嘅餐饮也拢真放心，啊，就随便食，现在都毋敢食了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报道都较真侪，现在城里人是无信用啊。 只顾了道理啊，唔顾别人诶性命啦、啊！啊，较早都毋是安尼生啊，较早人就是讲想要趁钱，又未害人啊。现在无这道德观念咯，趁钱就是讲诶害死人，伊嘛是要趁钱啊。 啊，这非常非常可怕嘞啊！非常恐怖，尤其是农药啊、化肥、该基因的食品，这让人吃起来提心吊胆。啊，三十年前都毋捌听讲有农药啊，无听讲化肥，这名字拢无，无听讲过。 啊，这是靠哈多下来这灾难，啊，真正都是靠较侪啊，获较少啊，如对后面起的靠会愈侪，获会愈少咯。啊，第五名足，这嘛是头前两种足的结果，啊，就是。 建筑啊，建筑啊，老族啊，啊，寿命渐渐有短咯，乃至十岁，年寿六千年后即十岁，现在七十岁，六千年后是十岁，一千年减十岁。 啊，六千年之后呢，年寿是十岁。主张以啊结作为宗啊，以他数族为别啊结作中啊,啊,中啊有四种族，啊，因为有啊四种族，所以个称作是结作，是这款艺术。 还有，著作、啊啊、中，以啊建筑、欢乐作两者是为作之主体。啊，粗略讲，变形啊，中心作甲名作之二者，啊，作为主题呢？ 都是见书烦恼，出我诶呀、啊、看法，从我诶呀、啊、想法，造成将新作啊名作，蒙古下文，我华经蒙古杰作啊无。 别体夹时间啦、啊，以且当时这个夹都像我有供给年收对十岁一百年加一岁，加到八万四千岁，就上关咯。 对百万四千岁每一百年减一岁，搁减个十岁，一增一减就是一个小劫。所以伊也是长时间的这个啊单位，灿烂就是短时的，甲劫的对面的都是灿烂，讲的都是短时，但伊有数座立处改名。 因为即个世间出现了即四种族，啊，建筑、烦恼族、众生族、名族。即、这个时阵，即、这个即、这个劫呢，著是加一个作字啊。众生族也无别体，那建筑。 万古不上啊！古不古、啊、建万古不啊，立树记名啊，将新座对于未来是对见迄啊，我们古部上朽的这个民俗。 啊，烦恼作咧是自我顿数为体，都、就是三千七万二。这个我顿数啊，建筑是自我是数为体，啊是五种的建设：新建、边建、建筑、建盖、初建、下建。 是，即个五类嘅五大类嘅建设，五大类,的五大类的啊，事业，民族咧是指连特色新为体，啊有肉体有精神，即是体。 精神啊，肉体啊，离开人就死亡咯。第八识就离开身体咯，这人宣告死亡。啊，东门古计划啦，准备花金，八万至三万也不由足啊，只能满黑为。 为我做事，我者比华经即有安尼先讲过，年收伫个八万四千岁，一直到到即个三万岁，啊，拢嘛是无即、这个五作个即个现象。那到甚物时，年收两万岁即时阵，开始才有即款个现象啊。 啊！即、这个现象愈来是愈严重，但严重到接触了人民，十岁。啊，最严重诶时阵咯。啊，然后这个终结，每一百年加一岁，这作、个、恶慢慢诶减轻。 减轻的速度啊，非常的慢啊！啊，增加到两万黑，啊，这个时阵呢，这个足个现象那是无咯。啊，减减两万黑时阵，这个、现象开始。 增加两万岁时候，阵这个现象就无咯。啊，人寿两万岁以上，这个世界日子就好过咯。啊，咱今仔日出生的这个年代，人寿是七十岁啊。啊，世界末日后的时代，人寿一百岁。 还是八十岁在走诶。啊！他的寿命实在讲也过二十一年呢，提早走咯。这个提早走是有原因的。 啊！当时我的地主因疏忽啦，无请佛助舍啊，忙破顺来个发挥，家佛立办了盘，佛就答应咯，佛袂蒙误啊。 你看，这无人请佛注释，和无来请佛，和你老大人啊，伫世间刚经教学四十九年，会用力咯，会使去休困咯，恳请师尊啊，下、啊、到立办点盘咯啊，所以普贤菩萨是观。 内面都有正转法轮、正合注释，即、这个意思，咱都要给人体会到。更加重要呢，咱踏踏实实。 是都爱认真、努力、念佛、求行净土，至于净土的无良寿啊，无夹、毋夹咯，这是这正确诶。啊，一个人诶，这一生会当去拄着即本经，大兴啊！ 不容易拄着啊！汝千万叫咱做牛啊！啊，比这情况啊，国较好，拄着这个都是稀有难逢啊！啊，无比殊胜诶，这款的，时间，无量叫来稀有难逢，但今然也当去拄着。 都得一天，讲得拢不可思议。啊，到即个所在听一摆听两小时，啊，连、嗯、阿先来对，去录世界经济甲进步去咯。 咱哥刷来看下面，以上公因都经，以前诸托行人有因渴食毒，未向灵舍之中来领斋戒清净，林了静静各具功德万胜无大宏国土。 还有出土修行六一六一呀，这是七八关斋改成在无量修国为善百岁。定位是第一个入世界修行一百年。八关斋改伫厝内啊，会当修未，也还用你啊？ 但即个环境若是讲无温存诶时阵，己家己伫厝内嘛会用哩。啊，即、这个欲音乐诶时阵，世界诶即工啊是无共房间，两间房间著好咯，分开就会用哩咯，啊就如法。其他即、这个七条戒都爱遵守。 另外，就是你丢一些不会失失，那经我不失，这做得会教的啊，在伊个同学真正受不管在界会记你这六在日啊，即刚 认真来念佛，听经好大事啊！下面的这段，初风跟十方来做一比较，无处修仙，十里十业，胜无他方，诸佛国中为先千岁。那在咱这个世间， 就十工啊，十夜、啊，等于是他方国土来对修行、啊这个、一个青年，结果累掉啊！在咱这个世界，其员算袂歹咯，来尽职啊，来珍惜、啊。 唔通随便放回过去，下面并写所以说明讲，为什么有这么殊胜的功德？将看经文，所以家和，他好，福国，福铁，自然。 无作恶过之地，来这个所在遍地拢嘛是咧作恶，啊，你袂去作恶也是太难得咯。咱来看联络诶，这个注解。 孟师大书里讲：“伊诶无量寿经抄，只做注解，内面有一个问答来解释。问：未土修行，六畜行者在此可修无愿净土？啊，即、这个所在修行，一讲。” 等于叫做世界一百年，啊，要去叫做世界创什你家修的真好啊！你讲的真有道理啊！你看伊这答复的啊，若要结文啊，如今但现修行难易，危险成君性乱。 比如兵谏是一件，虽可轻蔑啊，你不办啊，将书富贵下千金，虽不可轻蔑啊，你能办万书。理解修行也好如是啊，啊，这些因经来做证。 啊，本经啊所说的，诸方修行十工十夜，超过他方啊，佛国修行啊一千年，这是但愿修行的难易，这个所在，难，难念可贵。 西方我多用医，用医都无虾米遗憾咯。唔、啊、是讲现现军性乱，只讲修行的难医啊，举一个比如，比如讲贫贱的人，伊博取一分钱啊，两分钱真正也难得，也、啊、不用医咯。 这会当较称赞诶，但是一文钱啊，两文钱是袂当办事。啊，富贵诶人借千金，伊诶钱啊就太侪咯。啊，借千金实在讲啊伫伊来讲呢，咱嫁人诶两文钱啊，啊比伊诶千金更较侪啊。 为啥么较难得啊？伊太难得了，即袂当甲称赞伊是美啊！啊，但是会按怎咧？伊会办事啊，遮尔侪钱会当来用啊，会当办代志啊，出界啊，他界啊，即个修行嘛是如是，六有作办生活，其他种事。 专心净土，好留回头不办佛道。你若无去往成就世界，成就世界修仙啊。虽然讲是容易，伊会当也有这能力普度众生啊。低调阿弥陀佛，本愿微神加持。 啊，有能力亲像佛同款诶，分身无量无边。啊，用伊诶分身去到十方诸佛国,国土去去降伏啊，降伏也是修福吧？闻法啊，啊听经咧，是修慧，福慧双修。那有即个本事啊。 当时咧，佫会当分无量无边心，去帮助有缘诶众生，去度脱的人啦。你看，叫做世界诶人啊，就喜欢他，遮尔方便，遮容易。咱即个世界是做袂够诶袂当分心啊。 啊，只有这个身体呢，专门叮当啊！啊，所以呢，教教世界是有必要的啊。有个固根强发枝的意思，助加一日胜十方百联之仙家，助修难行果啊！ 为啊，出头进修心难啊，难能可可贵。只要先搞起了世界呢，啊，你就会得到啊，无上菩提啊，必不食不修口，伊无中断的时阵呐、啊。 咱在这边修行有中担的时阵，做修行时少，因啊修行的心多啊，你也拢无间断，经天发师啊，讲去真好，比某西功过较好。 啊，两种解释咱会当甲合起来看，所以呢，千万爱会记住哦。啊，这个咱宁可贵呢，爱、啊、发善心，爱修善行，即是好事啊。但是一定都爱往生，叫做世界，为什么？会真正紧诶？去啊生活，会当办大事啊。 啊！大师的是要帮助什么改一切啊！诸佛刹土内面的苦难众生啊，同生佛道，这较重要啊！啊，这个真正难得啦！啊，咱过刷落来看下面即这诶经文。 这是第三个大段，佛爱受化宽行，这里面分成三个小段。第一段，诸邪可度，咱都爱会记哩。那、啊、经文为出世间，显效恶道。 饮可适度，味香凝色。啊，凝安宁，色是休息。啊，这个四句话，那亲像是咧对咱现代人咧讲咧。 我第一初学佛的时阵，六十年前啊，我读这的经文，有这感触、感觉，你那些家莫尼好讲话啊、攻击啊，还是过分啊。咱这世间啊，未歹啊，啊，上下都是会当讲会通的啊。 饮苦食毒也未免太过分咯。经过了即个六十年，真正一点无错。现在是饮苦食毒，咱啉未着清气诶水啊。 那大概六十年前的水清奇啊啊，阮出去佚佗，去山野、啊、公园去佚佗，溪啊内底诶这个水，那个碰下手的都会当去啉。啊，田内面有水，上碰来手来来啉。 现在唔加咯，现在土壤有毒啊，有化肥啊，有农药啊，所以水一个流落来，水嘛有毒。即六十年呢啦，六十年前个六十年后得无讲咯。 难看过年的注解，因果是多啊！伊讲基因不可税，或是三多味啊，三多的谈亲戚，好吧？靠，就是行了病死。 爱别离，断金辉，求不得，五阴炽盛。法师解释、啊，家真正高明啊！啊，毋过现在人来解释都无同咯，毋免去担心，说妙。 那科学是真嘞啊！现在科学仪器啊，即、這个加分析，即个水，水里都有毒啊！啊，毒毋知一种啊，真复杂啊！啊饮食更较无安全。 绝对毋止三种毒，蔬菜、果子、调味、拢总。拢有问题啊！啉水甲。诶，食物拢无无安全感。 人活伫即个世间是偌痛苦诶呀！啊，买菜还是有有机诶，真正是有机无有机诶价钱是真贵呢。价钱贵无一定真正有机，为什么？现在啊，生意人真敖骗人，无像你较早。 较早心理人是真老实，袂骗人诶啊！啊，所以讲，拢嘛，完全无安全感嘛！啊，拄迄时家己来种啊。菜农啊，有听讲过啊啊！ 伊家己要食诶即个菜是分开来种诶，未去外面诶是另外去种，迄有农药有化肥，家己食诶拢无分开咯。啊，伊知影讲迄物件有毒，伊毋敢食，伊未互别人食，这是什么心理呢？无财害命啊！ 啊，三十年前，诶人毋敢做即款代志啊，是要提钱，但是未害人诶命啊。啊，饮食伊要，拢嘛是很精节省啊。现在饮盐市要给咯太济咯，钱开真济，买着假药啊。 那袂当伊病，可能会加重即个病病危啊，麻烦足大个啊！看下即四句经文，三千年前个知影讲咱现在人的生活状况咯。这是啊，智慧啊，袂当讲啊，无背福啊。 啊，过来看下面呢，好似安装栅栏呢。我爱庐顶，高山飞鹿，小金花，石青书枝，石红杏子，细准的这里困难呢？顶顶会边。 为阮大将红旗境界，路边的步啊，这是后面嘞啊！啊，先甲咱讲，啊，是有进化，阮者进化现在是。 真正普遍咯，印刷术发达啦，各技术也进步咯。那修眉这条经法就较容易咯。啊，钢筋要会工铁，有布经机，有练腹机。

啊！教父同款诶，可靠、无心内啊！教父啊，大众，希望大家啊拢会来听、来读，来对即个经教多思维，来想通咯，想明白咯。 个亚罗是滴，我，种哇，如高宏行啊！啊，因果困难啊！弘慈境界如贫得宝啊！即两句话是真诶，啊，非常现实，意思非常深刻啊！咱伫即个时代。 你著佛,、啊啊、佛法，真正是得宝为什么咧？有救咯！啊，若无佛法的，继续变哪根呢？啊，将来著会肯定是继续不断诶去呃，三多六多啊！啊，三多六多，你一定都爱知影。 了得轮回，就是愈来愈艰苦。这是我对于这个经验当中得来啊。我也看到最近这个六十年，十年、十年来比，一、这个十年啊不如一个十年。啊，生活无论是要质啊、精神，伊毋是咧，提升，伊是下降。 啊，品质下降，难话你这世间不知啊，生活要创什么？盲目啊，啊无方向啊，无目标啊，我你要创什呢？所以自杀的人，一年比一年比较侪啊。 甚至连儿童啊，拢会去自杀，小学生都会自杀，这是过去咯，毋捌去听到啊，哪有即款现象呢？但是现在即款现象已经啊，毋是新闻咯，真平常诶代志啊。 啊！咱亲目看到，先去听到，都是面前，都是当下。啊！内心格未当过来，即地来做人呢，啊未当的啊！啊，毋通咯！内、嗯嗯、心先天啦、啊。啊，好无？ 天嘛是伫六道轮回内底，天嘛是有五种色，即、这个爱知影啦。啊，天道诶，生活有比咱较好一点嘛？天甲天来做比较。 嘛是，一年比一年在咧衰退啊！啊，五洲四嘛是包括天都啊！啊，所以境界重要啊！啊，空调概率。 咱就免想遐多，免想遐复杂。啊，咱只要修着即个五课，啊，著会用利咯。啊，著是啊，即正业参学啊，六和敬啊，三学啊，著是戒定慧，了破罗蜜，破邪习惯，啊，著安尼好咯。 三宝来底的第一条，著、就是儒释道的三根，后阳、佛庙、红寺、寺庙，都是第一条祖规。啊，主心不杀，就是第感应篇；，就是善业，就是第十善业道经。那你甲即个做会好，基本概率也都好了。 拄着经常啊所讲嘅，先男子先女人的条件、资格啊，啊，真正先男子先女人，成元气名也无一个袂去往生嘅。咱过来看下面一段。 我爱如定，高深回如，这解释经文。回说我我爱，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，爱是悲爱啊。如来大慈大悲，汝定就是恁呐。佛啊，对咱大众啊，一。 爱民之心，啊！五时调机呀，半半睡觉，古文古心回炉，自盖一个人住的，是现在人。 啊！五时一说话这是复教学的方法。啦。啊，众生的根性都不同款啦。学习的这挺多，千千也不定，所以复的钢筋教学来新工啊，修搞讲啊，含。 阿涵到最好比是佛教小学，讲十二年。佛教诶小学十二年啊，这个来讲红顶红顶八年，好比是办中学。啊，中学是对小学提升到大学当中咧做准备诶工作诶啊。 对大学即五 B 班、选修班，好用嘅即时间啊，就是二十年啊。那现在世间嘅学校小学十六年，初中、高中加起六年、十二年，读大学啊，发来对多一二十年呢。 然后这个有八岁，八百座大生，八百座二十二年啊，啊，四十九年刚进高校，差不多是一半时间了、啊。这是菩萨进修的功课啊。最后八年呢，法华涅槃，好，便是研究所。 这都是五时说法啦，副教大家啊，一站一站的向上个抓起来。对于小学、初一到这个博士班毕业，这叫五时说法。啊，顺应、调应自己，你是心宽程度，入到一个班级啊，教训。 半万啦，啊，半的叫半里高，万就是万里高。咱这个所在有参考资料，你得我夜。 摩尼教都、就是讲要讲完全，讲一半，都、就是个修行。啊，这行不严格啊，因咧学呀。摩尼教咧都是菩萨咧学。 是菩萨行啊，这是阿圆满呢，要自呀，你高呢？ 但你未篇，就是讲起个比较比较笼统,统，无细说，无个你讲完，讲透彻。这是啊，新闻中。但这个菩萨中。 都毋是安尼咯，圆满诶法轮啊。最结圆满，啊，不过有无良受精，啊，不过有啊正宗法门，为什么？以先成就啊。 啊！你无偷听是不要紧，只要你对这法门会当相信，你袂怀疑。啊！你相信西方有救世界，救了世界有阿弥陀佛。啊！咱法官念佛求生净土，佛就会来接引咱去往生。啊！只要你相信这代志是真嘞，毋是假。 啊！你认真去做，啊！你这一生就会成功。到各西方极乐世界，该做啊！阿唯我的菩萨啦、啊，这是不得了啊！阿唯的什么意思呢？完境三不退，啊，都、就是像你讲的发心大士啊。 啊，禅宗来面所讲诶，啊，明心见性、见性成佛啦，嘿，都是发生大事。人人都有份呢、啊，毋管啊，男女老少，无份年幼不小啊。 大家拢冇分，这个法门是真恶去度掉，度掉到等于讲是真正、真正是保啊，保障之保啊，啊第一进步啊，啊保证咱这一生啊永远脱离六道轮回。 未过来，即、这个苦海里底来,来啊，目目修咯，未过来咯。罗胜是来呢嘛？毋是即个业力来，啊是成完再来啊。那毋是凡夫的新婚咯，是菩萨的新婚。 来从什来啊，多化众生啊！所以讲是有能力的随缘多脱。这个注解啊，都讲：好文、好海、慧如、修经话、法。正合摩利佛当年在世，一心啊表演。 这拢嘛是咱的榜样，咱来细心去个体会，来认真学习啊！福国功咯，如是所闻经法，适应持书奉行啊！你得着了，爱接受。 爱布施，毋通会失去；但爱思维，爱奉行啊，奉啊是信奉，行是修行，这是自力，用佛法得到自力，那同时着爱去帮助别人。 在出去下边的就口咯，转向教化咯，功德无量啊！啊，咱得到好处咯，一定来帮助别人。啊，要安怎教别人咧？在心爱啊家己做够。 那些年年教，我做教，互你看啦。你看到你得想要学啊。 处理了后，你一定要再一趟读他那篇经文，准备男女啊，灌输朋友啊，这是讲人诶，这个类别，尊兄高育，自兄约见，儿顺儿女，万乐自豪。 尊都是咱长辈，伊是咱的晚辈，咱啊甲伊啊真正熟悉拢总是有缘的人。啊，用即个法门来甲用宽道。 啊，专兄告武，无主亲友，专兄告武就为理他了。兵兄，接受。 大家因来分享下苦的心得，分享下苦的利益好处。下面引用两句经文。 若不雪花度众生，是皆无能报佛恩呀。即两句话著会记哩哦。咱如何来报佛恩？著、就是甲家己所修所学诶，转嫁别人啊，啊，著是报佛恩呐，真报佛恩呐。

啊，认真修学，唔能粗心大意啊！啊，就是这些头前啊所讲的，冬主端心，冬主端心。 美、啊、国布莱金博士甲咱讲化解灾难诶方法，伊讲三句话：，积恶扬善、改邪归正、端正心念。啊，即个端呢？ 同住断心，同住断心，啊，就是断正啊心念嘛。啊，什么款诶灾难，拢会化解啊。和顺、仪礼，是讲言行、五戒。 爱义爱公义，不义无理，规定毋通做啊！诶，当好义，顺何理？ 这是正人滚子啊！这就是经来对讲啊，善男子、善女人也尊道义，也明事理啊，也随顺。 何无义动之含义？你一举一动，拢会努力。啊，这个力是累即个力，行力。啊，义著、就是呼哈规矩。 啊，顺路你呢？自然中节。啊，你是什么呢？著、就是老祖宗的教诲啊。无论我想。 注意不敌，还著是你啊，还就是伊啊。第一心相就是你，第一言语啊，动作咧就是伊啊。符合人类之心啊，符合十善业道。 啊！助连中节、中节这两字，常古做了这第一个应用，你去中央来对所讲呢？简单来讲呢，合合你二这发多。 啊，坚固动作，合乎理，合乎、啊、义。中央来对讲，一怒爱乐之未发位置中。啊，没发作，没发出来，发出来的拢会中结，中结的嘟嘟啊好。 未结,、啊啊、结婚也未讲啊，无教啊，无教的室内结婚嘛，是室内。比如现在啊，那、啊、你这最恭敬诶，这个礼是三鞠躬啊，你呢四鞠躬啊，就结婚咯，这无冻结咯。 四脚奖啊，就是先去巴结人啊。啊，如果三脚奖先做，我二脚奖、二脚较无到位，先个就五万。啊，先去对人无恭敬。三脚奖这都是规定，都都啊好。啊，这是举一个例啊，就连啊，中介。 又欢笑欢喜,欢喜啊，诸金植物都闻啊，皆带欢喜啊。无论在什么款所在，无论在什么处所，相思欢喜心，安、啊、乐好啊。人欢喜。 就是能量诶表现啊，所以人欢喜事，精神爽啊，快乐啊，所以讲喜上眉梢，画面现的这种欢喜相。你那的时间到了，咱那学习到即得啊。